近日，第76集团军某炮兵旅展开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，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条件下火力打击能力。炮兵分队接到指挥所紧急火力支援的命令后，某新型自行榴弹炮快速机动，占领射击阵地，装填弹药，做好射击准备。无人机率先起飞，对目标区域实施高空侦察。与此同时，雷达与气象探测车对电磁环境、气象条件等信息实时采集，并回传至指挥所。根据数据信息，各炮瞄准手迅速计算射击诸元，完成装定标尺，做好火力射击准备。基准炮首先试射，观察所将偏差数据回传至阵地，各炮依令对射击诸元进行修正。全连注意，预备，放！多门火炮同时发射，雷达侦测车实时捕捉炸点，引导火炮阵地及时调整射向，实施二次火力打击。由于阵地暴露，部队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，各炮班快速反应，组织火炮撤收。在夜幕中占领预备阵地后，各炮根据前方侦察传回的信息，迅速向目标区域进行单炮多发射击、多炮种交替射击、极限距离射击。这次考核全程以实战背景出发，采取临机导调、随机指定射击目标等方式，全要素、全人员、全装备，检验了炮兵高寒山地作战效能。